新闻一开始，咱先来关心来自嘉义市议会的消息。嘉义市新建的动物收容所预计上紧七月发包，明年的十二月底完工。不过选地址的过程产生的争议，至今犹原也未平息。嘉义市议员王美惠今仔日接讯的时阵，自曝近来遭受到动保人士透过网络以及卡电话来骂。王美惠强调，家己不是反对动物收容所，而是希望不同立场的民众会当互相尊重。讲到激动的所在，王美惠就一度会激动的目屎。因看伫遐二三十栋啊，一个物件，咱做人伊袂使出声吗？哪有这个安尼变好一个？比穷你也搁较好一个。人迄天带个师傅抗议，啊人讲实在人，伊迄个师傅也无啥物物件，人伫遐上顶，你敢知影人内到偌严重？人我何必有这么多呢？当这是1003年的十月初三，高雄的动保协会来到嘉义，我是第一个各大嘉义市的市政府的高人，用我们来讲话的。阮作为民意代表，是安怎袂使出声？强调家己过去同款是徛伫咧第一线为动物保护来尽力，无想到却因为嘉义市新建动物收容所，甚至过程所产生的争议，被部分的动物保护人士打上无爱心的标签，甚至以真歹听的言语来侮辱，护理员王美惠感觉真委屈，一度激动流目屎。站出来相关王美惠，当下好友民众爱互相尊重包容。机关蔡英总啊，只是再次针对着新建动物收容所的审计规定来提出批评和质疑。这个动物收容所的结束过程，相关了吼，令人不可思议的那个先机啦。啊，这样子你都改一处理吼，一旦改改，这个所在无适合不予通过变更。结果几礼拜，四月三十公，安尼会使啊？主客观条件要改变，为什么你们才决定要改变呢？当初是阮一家，后来因离婚要迁走，但款的证明不到出来。当初是就是要迁去王明德家啦，啊，就是地方反对。对啊。啊，我是后来遐的移民，我的先生地方那边的殡仪馆，殡仪馆这就是阮后来遐嘛。甚至本来要征地征地，但是尾仔市府为着配合国议员的声音，人伊嘛是甲殡仪馆迁去嘉义馆，到即摆是同款拢好好吗？我是感觉讲咱市府这边卖坚持己见，卖用家己的想法为想法加听一挂声音，哦，将因为这一定我着解决的啦。既然大家拢有这种爱心，咱是要让这动物有一个好的归处。面对着机关，只家己受着动物保护人士的侮辱大骂，嘉义市动物保护协会理事长吴菊才强调，为着争取新建动物收容所，协会一直争取多方的支持协助，并不断来约束内部的成员，唔通有伤过激烈的动作，因此无啥可能会有骂机关的情形发生。现在协会只希望工程会当赶紧顺利完工，让流浪动物有一个优先安全的去处。最新新闻，中央新闻网小三加二七彩虹报道。